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没吃面了，今天咱们做一顿岐山臊子面。准备猪后腿肉，肥瘦分开切成小片。下肥肉，肉全部飘起来，微黄。下瘦肉，加葱姜，老抽上个色，加水，开小火慢炖半个小时。豆腐下锅煎，两面金黄，捞出，摊一个鸡蛋皮儿。豆腐和鸡蛋皮全部切成菱形，刚才忘记开麦没有声音，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香醋，这是岐山宝鸡岐山的香醋，用的是传统的手法酿制啊，零添加。这个醋呢，不管你是吃的多还是吃的少，都可以一直放，只有生产日期没有保质期，它可以一直放的。闻着就是很地道的香醋的蒜。葱姜爆香，加香醋，呛醋。呛完的醋口感更柔和。豆角、木耳、土豆、胡萝卜。臊子面的菜就是五颜六色，营养丰富。肉臊子加进来。最后把豆腐、鸡蛋皮儿、韭菜放进去，这臊子就做好了。岐山臊子面用的面是这种碱面，碱面耐煮筋道，比较光滑顺溜。加勺油泼辣子，臊子面做好了，开碟，先嗦口汤。够酸。甚至有点过酸了。酸爽啊，非常酸。臊子很多啊，爆一口。不够辣，加一勺辣子。爽，一般这一碗面都是不够的，面量比较少，咱们再来一碗。